伊尼藏宋沙是底雅，虽然权力是一头不值的熊，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。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，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上天升上我们，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，不是照亮自己，而是普照世界。因为我们的德行尚不能推及他人，那就等于没有一样。莎士比亚。